失了8万，这个合同是我们领导最看重的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不是跟您说这个合同有风险，让您慎重考虑吗？您是不是没有仔细看里面的条款就把它签了呀？我不管，这个合同很重要，你给我赔钱。美女，有什么事儿坐下来慢慢说。你谁呀？我是这儿的老板，请坐。说吧，这事儿怎么解决？这个合同是你的吧？对，这个合同很重要。让你损失了多少？8万。8万是吧？小苏，去我办公桌上拿点现金来。好的，张总。张总，给你。我这里有10万块钱赔给你，怎么样？这个合同属于我了，对吧？对。咱一码归一码。张总，你不讲规则。规则在我这里只有规矩，没有规则。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。